能干扰器给我造成了非常严重的问题。虽然我重新掌握了这些部队的控制权，但我需要越来越多的注意力来压制住他们。啊，我真为你心碎 Kerrigan。 为什么你要让我和 Phoenix 把 Minsk 带来见你？你还觉得我会因为他将我抛弃给了义成而杀了他吗？无所谓了 Jim， 不能让一点小恩怨就破坏了我们对付理事会的计划。这话真让人心安。Arcturus， 我猜你一路上在冬眠舱里睡得很舒服吧？你想说什么 Kerrigan？ 挺直接的哈，我只不过很久没这么和你们聊聊了。我感觉还不够久，为什么带我来这里？我需要联能发射器 Arcturus。 为什么？还记得你一直没找到的联邦联能干扰器吗？理事会找到它了，它一直在阻止我控制我的部下。有了你的灵能发射器，我就能召集足够的异虫来摧毁干扰器，重新面对理事会。那你要如何回报我的帮助？果然是个政客。好吧，皇帝大人，如果你帮我摧毁了干扰器，我会帮你从理事会手中夺回可汗。提议很诱人，你用什么来担保你会完成你的承诺呢？Arcturus， 我唯一可以保证的就是，如果没有我的帮助，你这辈子只能在你的那间牢房里做皇帝了。你确实是个有说服力的人。好吧 Kerrigan， 我会借给你一些发射器，但你最好说话算话。好吧兄弟姐妹们，听好了，我们的目标是找到并关闭灵能干扰器的主要发电机。只要完成这个任务，剩下的就交给 Kerrigan 和 Minsk 吧。行动起来。正在前往。上上上。会有 SCV 的携带，只要关闭干扰器的电源，发射器就能引起附近叛乱异虫的注意， SCV 就会将他们引诱到你的基地里，只要到达那里，你就能对他们进行直接控制了。有命令吗长官？什么事长官？收到，马上长官。非常完美，有了这些异虫，我就可以建立新的主巢了。只要我的部队足够强大，我就能直接进攻灵能干扰器了。明白了。现在都受我控制，但我发现外面还有更多，我们必须尽可能地引诱他们过来。
到更多的晶体矿。收到。
完成。
情。